都看见你。这几局开局运气不错，都是先知。就看追人的速度了。划了你死了四大舅。佣兵倒了就好打了。哎，挂里面。放里面，他要绕到房子。这波，哎呦，带金身就无敌了，带金身这限制就直接死了。佣兵治愈是不会交的。我人在还传不了。还边要尸体给力，不是你们两个这么膨胀，以为我不杀了吗？我干脆我就不杀先知了呀。找到佣兵就好了。那这波就看那个先知敢不敢碰电机，他敢碰我的船。这先知吗？不是你残血，你敢修机子？
空姐一挂死，佣兵有治愈。不是空姐的，又是一个残血修机子。那你们没了呀？佣兵还没治愈，治愈还交了。真的是膨胀，一个觉得自己屁股底的屠夫不会追，一个觉得屠夫没技能不会传送，天职那得追了呀，你直接往大船跑，那干嘛不追啊？别看他，这都能空，这还能空？现在这些人都学精了呀，你下板子你吃不认，不下板子要吃刀，然后他就往反方向走，贼得很。你交不交枪？应该带个金针锤。船上挂先知吧，我不想挂空姐，空姐屁股太铁了。空姐又没怀表，你怎么能用个空姐来救吧？那上把就不带，估计他之后也不会带。我们应该上来了，卖了，
真敢用啊。嗯，你给他污染他就用分身，我打算直接给他一个实体刀。空姐修的不爽，佣兵过来救。你这台机子是加好了。过来了，蹲谁呢？传送胶，我要他倒地。点了的话要平局，没点的话还可以打。这边应该是骚扰，空姐会过来。哎呀，又平了，能赢的局。快点平了，又没在地窖口。应该起不来吧，吃了将近三刀。哎呀我的，最后一秒问，差点一刀没了。可能想求稳吧，因为前方太冒险了，佣兵。这不会是个闲置吧？给力哦，还真的是。如果不看他的话，应该是能打起来。移动速度加成，天下第一。
我现在我在看你八秒，看个最烈出来。卖了卖了卖了，这肯定要卖了，他不想卖人了，逼他救我。哎呀，完了！我太真实了，啊，不想让他救到人。起来把枪过来了吗？枪是吓人，那应该带的是怀表了。果然，不扛刀了，那肯定是要卖了。传送没 CD， 那只有一个办法了，坐车了。啊，被人开跑了。要么蓝佣兵，要么手机子，守一下吧，守一下魔术师好了。我并不想手机子，手机子守不住。等会儿调完色和魔术师一起修，快得很。终点吗？过半，杀魔术。真敢开啊！前面不会第一脚吧？
哎，这个人运气是真的差，都没有。破烂出人脸，我又看见限制了。跑得动吗？你在这地方跑，我也跑不动。嘴里嘴里亮起来呀，嘴里。撞旧了，这是。哎呀，这一波，我也没回好。只要大鹏二楼不想追，外表舞女。最后一台是舞女的技术。
么好了，还是自己。我要么蓝前锋，我要么打调香。蓝前锋吧，拦不住了。拦不住，那就只能针对了呀。如果他吸出第二只鸟，我就没了。没了，依然不想追啊。撞就很烦啊，这撞就。总感觉这个四号机不是一个特别好追的。空姐。屁股太铁了。看能不能拿刀吧。这个空姐还是可以打的，修得也太快了吧。挺想水去，又要平均一上了。空姐屁股太铁了，还一只鸟没交。都把鸟儿给他了。游民修的也挺慢的。他倒了。还好打到墙了，不然就没了。红毯其实是没有的，中场没有。
应该首页红毯吧，红毯也没了，然后只有一台了，好像是那一台。那用你货币吧。专杀救人威呀、啊！我这是。这屁股铁的不成样子，那么铁。我对这个村点不熟啊，挑相识，挑相识那我也得追啊。这是直线往大船跑啊。突然不想追了。看这里谁空姐，真巧，当前还不可使用改道具了，给机会了呀。感觉这个人戴的怀表呢，这个刀我说不出话了。在摸调香，炸了！炸了，没了，摸好了就没了。
本来这节奏挺好的，妈一厘米球没了。又在摸，这空姐又在摸。差一台机子，差一台先知了，好像是没怀表，空姐被吐了一口，不好救，前方开始修了，这边两个人修我就没了呀，除非调香师过来救。三宝一，这吐不了吗？惊了都，不挂了。准备治愈，现在应该贴后门去了，要么贴后门，要么就在上面苟着，大船上。看见他了，真在大船上。
慢了。大船不像啊，这个才能值40万。门开了也不见人。金兰的情况不会躲海边角落了吧？摸起来了。品类啊，前锋在小门。哎，怎么下不去？稳定平局了。本来前面就可以把调香师带走了，失误了几张。换地方走。有个人头刚才露出来了，应该不是佣兵，好吧，佣兵，反正不去小门。应该这四号机就是一个佣兵。空姐吧，哎，会死你！还敢翻？差点摇下来了我。二级没修了，他过来了。到了，不回，佣兵倒了，骗子鸟出来行。不给，
这不要给鸟了，先骗个鸟出来先，然后我再等个乌刃，还不给。这是要留给自己孙仔。看这次给不给啊？哎，给了。给了，那我就要锤你了。你要骗无人的，不然你放不过去。哎呀，我后退了。他吸了将近一半的吧，像吸了一半的鸟。重新修，没怀表，没人了，走吧。摸个锤子，他在抽箱子，我值。我也在摸人，亮了，这就非常尴尬了。没亮就好了。打不开，真是。
哎，这是要我去大房去啊？啥屠夫啊！我都已经逛了这么久的街，一刀都没拿到。这是厂长吗？屁股那么挺，有种你丢个娃娃丢进来。闪现锤死我！我一加速出来，机子都压好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放慢合作。兄弟，你还没开吗？我心想也没幽闭恐惧啊，怎么这么慢呢？蹲产一下或者啥的。弹的哟，你只能留一个呀，你还能留啥呀？抽了个啥东西？我也去搞个箱子抽，不着急，完全可以抽他一刀。
刀没了。有意思啊，这个场段有意思啊，修机只修到最后一无所有了。反正都末班车了，刷点分。这 AI 不理性啊，这是 PY 了吗？他在放水而已。我这个运气是真的差，跑了三个刷点，一个都没有。